是最近就除了忙家里之外，然后我自己设计的品牌，还有就是微风最近买下的一个新的品牌叫 Juliana Fujiwara， 就在忙这些品牌的东西。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彩妆方面都是很薄，就是很 safe 的那种，就是眼线啦、咖啡色眼影啊什么这样子。最近很想尝试，已经尝试了啦，最近有在玩一些比较强烈的颜色，就是可能很强烈的蓝色啦、绿色啦、紫色，就是很夸张的颜色，觉得其实那样子感觉其实会蛮好看的，蛮有趣的。喜欢就是很多亮色嘛，就是很多荧光色。那其实去年到今年的趋势一直都是很多荧光粉啊、蓝啊、绿啊、黄啊这样。今年也是春夏也很多这些颜色，所以我还是继续延续这些颜色这样。时间的分配很重要，就是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好，然后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这样子。嗯嗯，好，谢谢。